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娜姨。我先生下班了，我还工作着呢。他一进门啊，我一抬头，哇，饭还没做呢。哎呀，我这一忙起来呀，把时间都给忘了，没做饭。我先生说：“行了行了，咱别做了，咱就下楼，家门口就是那个铁锅炖大鱼。我们俩呢，临走之前呢，一人喝上那么一勺的菊粉。现在我先生也特别认可这个菊粉了啊。”他现在喝完以后也是，这个大便特别特别的痛快。好，我现在就沏完以后，我们俩都喝完，咱就出发吃饭去啊。你把这菊粉喝了吧，给大家看看美厨娘铁锅炖鱼的环境啊。就这条吧。这是配菜。点了一个3斤多的青江鱼，我们本来是想点嘎鱼的，没有了，就点个青江鱼吧。嚯，这大鱼真不小哎！这3斤，我觉得3斤半都得多。这是鱼皮，这个是拉皮儿。叫粘卷子是吧？哦，把这个宽粉放进去。好香！这就是人间美味，幸福滋味，味道真是美。哇，这就是真鲜的。快乐滋味，人生趣味，享受人间的美味。你看这鱼和豆腐咕嘟到一起，挺好吃的。海带。大鱼头。好嘞，哎，吃不了就带走，嗯，是吧哈？结账去了，我们俩没吃完，剩了一个小卷子，剩了一个饽饽，还剩点鱼。把剩的都打包了，带回家吃去。这一顿我们两个人是花了160多块钱。